生活好健康，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讲到健康哦，这个季节开始进入感冒跟流感跟肺炎的这一个旺盛的季节。可是很多观众朋友常常身体一发炎一不舒服的时候，搞不清楚到底是细菌的感染还是病毒的感染。那对医生来说，搞清楚这个究竟是如何感染的，或者感染的病源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那特别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细菌跟病毒的感染或者影响造成的身体发炎，或者比方说肠胃炎或者喉咙发炎或者发烧的症状，他们的症状都很类似。可是很多观众朋友却是傻傻分不清。那怎么样分清这个细菌跟病毒不同的伤害跟不同的这个疗程跟对症下药待会这一集健康好生活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好，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有六个好朋友。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洪翔医生，您刚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再来是肝胆肠胃专科医生好朋友钱正宏医生，大家好。再来是小儿科的医生好朋友陈慕容医生，大家好。再来是外科医生好朋友蔡新田医生，大家好。再来是料理好朋友柯君年师傅，大家好。再来是料理好朋友江玉花花姐，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好，我先问一下洪医师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这个遭受到感染，而且很多时候感染的时候，身体的某一些组织细胞就会发炎，甚或拉高体温而发烧。可是这个发炎、发烧或者感染它的病源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病源不一样，对医生来说，在诊断的过程当中判断很重要。那因为判断正确了，才有机会对症下药。对，其实我们人类会治病的那些微生物蛮多的，包括从病毒、细菌、真菌、立克刺体、梅浆菌等等这些，到寄生虫，这些外来的东西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生病。这些东西有可能是呼吸道的感染，可能泌尿道感染、肠胃道、脑膜炎，这些都有可能。那医师是要去做一些鉴别诊断。我先讲一个我最近碰到一个案例。最近有一个33岁的，他本来他是一个慢性肾失球，就肾脏不好，蛋白尿在我那边控制。但是蛋白尿我们都会用一个叫类固醇去抑制它的那个蛋白尿那个程度。可是类固醇是抑制发炎，但是它也抑制你的免疫力。所以每到那个流感期或者我非常担心那些在吃类固醇的病人，他们等于说他们没什么抵抗力的，然后叫他们说定期去医院，都要叫他们戴口罩、勤洗手。那3天前那个他是一个妈妈，然后他的小朋友就发烧然后开始嘴巴破，然后有手脚都出现一些红疹，然后后来去诊所看，他说是那个肠病毒。那肠病毒他大概经过了3天的治疗，小朋友已经慢慢大概恢复个90%的活力了。可是接着就换妈妈就开始嘴巴破皮然后手脚就开始出现红疹。那这个妈妈因为就我刚刚讲，因为她属于那个免疫很差的，然后我们用了一些药物，她的愈合，她的那个恢复的能力比她小孩差很多，到最后还产生一个大量的那个蛋白尿最后还收住院。那治疗了一段时间，他这次的住院，他的肾功能是整个有下降的，这个叫做这个他得到叫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我们在医院最近真的是有一波大流行，最怕的是叫71型的大流行。那这个71型往往会引起一些重症，像一些肺炎脑膜炎。那这个到明年初应该有一个71型肠病毒那个疫苗问世，那时候应该就可以减少这种遗憾的事情。那么我刚刚有一提到说这是病毒，但是有一些细菌，像我们讲说很多的什么肺炎链球菌我们大肠杆菌什么一些这个叫细菌性的感染来的会比较凶猛一些。然后我们去抽血以后，你怎么去鉴别的？其实，在医院你要看病毒型的感染，白血球不会高；细菌性的，它的白血球会高，而且很容易走到一个叫做败血症、败血性，所以它来得很凶猛。但是它有药物，那叫抗生素。所以大部分抗生素都是在使用一些杀细菌的药。可是病毒呢？病毒有很多的病毒，事实上都没有药。比如说我们艾滋病刚开始没有药，后来才有一些3-1的那些治疗的方式。那我们讲很多的只有少部分的一些病毒有药，可是大部分都是要靠我们要观察或打一些免疫球蛋白，或者让它的抵抗力上来。那我们主要是维持它的一些生命真相。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秋冬之际，不管细菌、病毒、真菌，还有真菌像我们皮肤的那个香港人那叫真菌，这些都可能会入侵我们的人体。那一个除了有疫苗的该打疫苗之外，就是把我们的免疫力维持好。
你的免疫力好的时候，你这些病毒就会细菌、真菌来入侵你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哎，真的？那问一下钱医师哦，说到这个病毒跟细菌的差异哦，肠胃科医师只要遇到急性肠胃炎呢，有些时候第一时间哦，要诊断正确哦，才能做很多这个病情跟症状的控管。一个俗语就是说，铁打的身体也有拉肚子的一天哦，就是每个人其实多少都有拉肚子的经验。那有时候拉肚子或肠胃炎，有时候只是吃了什么过期的牛奶啊，然后它不见得里面有什么细菌病毒，稍微拉一拉就好了。那有的是真的是病毒性的肠胃炎，那有时候我们会说肠胃型的感冒，有些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其实有点像感冒一样，因为它是病毒感染，这有时候是被小朋友传染。那刚才有提到说，这有时候用一些支持性的疗法，然后慢慢的成人有时候自己可以恢复。那另外一种就是细菌性的肠胃炎，细菌性的肠胃事实上都是吃到带有细菌的食物，其实简单来讲像是食物中毒啊。那我想说我们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你在烹调的时候，如果你的温度够高，其实细菌都会杀死，可是有时候就是有些东西是生冷的食物，它就容易有细菌滋生，那有时候吃下肚子之后就会产生很严重的肠胃炎。那像这种肠胃炎有时候会发烧，像我们有时候单纯拉肚子不见得会发烧，可是真的食物中毒有的除了恶心呕吐之外，还有时候可能会发高烧。那像我来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有碰到一个病患，就是她是个36岁的女性，然后她就是来急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有点畏寒发抖，然后他在下午的时候，因为他就开始会觉得恶心啊、想吐的症状，然后后来接着就是拉肚子，然后接下来就发抖啊、发烧，来到急诊。那时候抽血检查起来，他的白血球就上升，肾功能还有一点变差，好，那时候肌酐酸就有点上升，有点脱水的现象。后来那个急诊的医师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寻常，是不是一般的拉肚子？很可能是一个食物中毒。因为有问他，他是说他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在面包店的一个三明治，那三明治是那个沙拉的三明治。那听起来就是有点可疑啊，有可能会造成一个食物中毒的现象。后来因为大概没多久的时候，又急诊室又另外送了2位进来，症状几乎跟他一模一样，也是同一家，他们都是一起去买那家面包店的早餐。所以有3个大概在我们的急诊室，大家就知道说，这个可能是特定的细菌感染，后来就收治住院。住院之后，我们做一个细菌培养，培养出来就是一个沙门氏菌感染。那不只是他的粪便培养出沙门氏菌哦，后来他的血液中、尿液中也都培养出来。所以他这个致病率非常的强。这些细菌哈到肠道之后，它开始滋生，然后接着全身循环，引起发高烧。所以像沙门氏菌感染，在第一时间就必须投药，使用抗生素。这个就不能做什么支持性疗法，就一定要用抗生素，这个细菌才会杀死。不过我要讲说这个沙门氏菌，其实文献中还有碰过更严重的案例。我来讲一个案例，就是说其实上在有一个病例报告是在日本，日本之前有报道一个70岁的老先生，他也是一样，他也是中午跟大家一起吃那个餐盒，餐盒里面有一个焗烤的，他好像是点心还是一道菜，小小的一块，他吃了之后大概7-8个小时就开始呕吐，后来就住院。住院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有跟他一起吃那个餐盒，还有别的民众吃了之后，他也是送医院。可是这个老先生呢，他吃了大概吃了这个焗烤的东西之后呢，他在住院之后大概36个小时就死亡了。后来他们真的很慎重其事的帮他解剖，决定做解剖，发现在他的食道啊，在他的胃、肠子、小肠、大肠都充满了沙门氏菌感染。后来就觉得说啊，的确这就是造成他死亡的原因，所以就是这种细菌感染有时候是不可以小觑。那接下来我们柯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师傅要推荐这个季节哦，大家可以吃的非常健康的葱烧白菜炖鱼哦。白菜这个季节哦，炖所有食材都好吃。对，白菜很甜哦，很好吃，但是它一个缺点就是会缩的比较厉害。那我们就要来做鱼料理。对，我刚刚就讲哦，生食哦，比方说专业的日本料理店可能保存跟处理比较安全，一般人在家里不要随便挑战生食海鲜。对，所以你如果在菜市场里头，它不是专门卖生鱼片的，或者是日本料理店那种，你就不要吃生食。对，像我这个在菜市场买，他是说他可以做生食料理，但是我从来都不熟，但是我们还是熟食。它的切的砧板跟它的工具跟它在那个曝晒的底下里面是不适合做生食，而且你采买回家中间的路途，你的保存其实也不见得能够做到低温冷链的那种温度嘛。对。那我们师傅今天其实是把鲑鱼切块，那我们切块以后，这是就是在肚裆那边的肉，我把它切块了以后呢，然后呢沾一点粉，不用腌，因为等一下我们这一锅会有味道，所以我们不用腌。那我们就是沾一点粉比较不会喷，
这就是一般的低筋面粉。好，然后我们就用中火小火来煎，不需要很大的火。然后另外这一锅呢，我要准备比较大量的葱哈。好，那这个就是比较葱白跟葱绿的部分一起进去哈。那你这个葱哦，你看你要煸到什么？煸到有一点点像这样子，有一点点小小的微焦哈，这种状况之下才可以哈。好，这时候我们再放其他的料进去哈。那放其他料进去，我们先来调味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是做酱色的东西哈。煸了葱就可以先调味了。对对对对对，因为今天我是要做酱色的哈，所以我先放蚝油。好。先放蚝油进来哈，然后呢，放上一点点的酱油。好，蚝油跟酱油调味。对，然后冰糖放进去，先把那个酱色先烧出来。哦，我们先把酱色烧出来。好，烧出来以后呢，这个如果煎了鱼下这些酱也是合理的。哦，也是非常好吃。对对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热开水放进来。好。酱香酱色烧出来之后，我们酌量的加水。对，我们加热开水进来，然后这时候我们开始在下其他调味料。好，如果在家里面的话，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说这个白菜不要烫过。那因为我们在节目上就需要缩短时间，我白菜烫一下。好，我们为了录影示范哦，所以哦事先有穿烫。而且这个是两颗白菜，两颗小白菜把它烫起来。但如果你在家里家常烹调，这个季节白菜非常鲜甜。你新鲜的进去的话，这一锅会更甜。对，而且大家慢慢炖哦。对对对对，整个屋子都是炖白菜很香。对，那白菜放进去以后。然后我就放上一些菇类。好，那我今天就准备两种菇，一个美白菇，一个红喜菇。对，好，把菇类放进来。白菜的鲜甜当作汤底基底。对对对对。那其实很百搭的是冬天的菇。肠病毒大部分不见得会拉肚子，持续严重的呕吐反而是重症的前兆。慢性肾衰竭那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都是感染，开始打抗生素，打到第三天，他的肾功能一直恶化，就开始死肾了。接下来我就放一些油豆腐进去啊，油豆腐我是先用热水烫过，把那个表面的油脂先把它烫掉。让它这个比较清爽一点。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先把它放进去，然后让它稍微一起煨一下。好，那我们烧它的同时，请教一下陈医师哦，刚刚讲说各式各样的感染哦，不管是病毒或者细菌引起的，这个对症下药很重要。那小朋友的感染更是这样，特别是很多时候小朋友哦，他这个遭受到感染的时候，他很难明确而且精确的表达。对。而且很多爸爸妈妈他们都一定会有一个怀疑，一个疑问，说奇怪呢，我们大人都很少发烧，很少生病，为什么小朋友常常发烧，常常生病？那其实这有两个关键点啊，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大人其实身经百战，很多细菌、很多病毒进来身体里面，身体都已经产生过抵抗力了。可是小朋友呢，他就是要从每次的遭受感染来学习到抵抗力。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小朋友是团体生活啦，他上幼稚园啊，上国小啊，今天你从南港带了礼物给我，我明天我从这个北港带礼物还你，就是各种病毒到处交换来交换去了。那我之前曾经遇过一个国小三年级的小男生哈，他来妈妈就说他只有发烧，什么症状都没有，咳嗽、流鼻水、拉肚子都没有啊，他说喉咙有一点痛痛的，结果那个压舌板一压开，舌头上面跟喉咙底端就是一点一点的，一看，这个真的是肠病毒，所以我就跟妈妈讲了注意事项，然后也跟妈妈说，接下来七天还是尽量跟其他人隔开，学校就不要去了。然后呢，再跟妈妈说，请你三天之后回诊，因为通常烧退了，什么症状还会冒出来，我们真的不知道。结果三天之后回来，妈妈真的说烧退了，好很多了。那我们当然就后续的药开一开。但是我觉得发现了一件事情很奇怪，奇怪呢，我明明叫你七天内不要去学校，为什么你这个孩子还穿着学校的制服？那其实这种情况真的不大理想，因为接下来那几天因为我知道学校嘛，那个国小都有那个几年几班嘛，我就偷偷记录一下。接下来几天陆陆续续有同班同学来看病，也是为了同一个病毒。那也提醒很多爸爸妈妈哈，太多人以为说啊，肠病毒一定要有吐，一定要有拉肚子，要不然怎么会叫肠病毒？实际上肠病毒哈，大部分不见得会拉肚子。那如果持续严重的呕吐，反而是重症的前兆了哈。所以不要以为要有肠胃道的症状才是肠病毒，因为肠病毒主要是
肠胃道复制、繁殖、传染，但是不见得会有肠胃道的症状。那能够跟其他人隔离，甚至家里面的其他孩子还没有得到这个病毒，能够隔开还是尽量隔开最安全。嗯，好，同时间哦，我们柯师傅这个鱼也煎好了。对，然后这个鱼煎好，我刚刚是放在这边保温哈。这时候你看我们这边哈都是开始哔哔啵啵以后，然后这个菇也差不多都消失了，就是收水了。对对对，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鱼哈煎好的鱼，我们把它放进来。好，煎好的鱼我们就可以来烧它。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你没有煎的恰恰的时候，它等一下这边煎的时候再煮的时候，它就会散掉。对，好，然后呢，再把毛豆。我们配了一些毛豆，这个毛豆我稍微烫过哈，毛豆放进来一起。毛豆其实市面上也很多，这个台湾外销厂商的那种冷冻产品，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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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那个职业妇女很好的食材选择。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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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他们是那个冷冻熟的，然后再来我加上一些，这个是蛋皮丝，这个蛋皮丝放进来，然后这样把它放进去，稍微给它焖个一分钟，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来试吃哦。那鲑鱼哈，它有先煎过哈，所以会金黄焦香的味道非常非常香。可是哈，除了咬下去，它还有那个我们讲有点爽脆的那个口感。它白菜炖的好嫩，那它吸了满满的汤汁，那汤汁是比较清甜。我刚喝了一口就哦，怎么这么甜？因为白菜的甜加上它的那美白菇、红喜菇，还有毛豆，还有蛋皮的汤汁的那个甜味，全部都吸在一起，吸在这个白菜里面，咬下去整个喷出来，哇！这套料理真的非常非常健康又好吃哈。那我讲一下，在冬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这些优质、一些蛋白质跟一些高纤的食物。为什么？因为免疫力哈，很多的慢性病哈，一旦到了那个冬天，那个流感啊、肺炎、链球菌这些，常常会夺掉他们的生命。我就先补一个案例哈，有一个我有一个慢性肾衰竭的病人，他本身是糖尿病，到十月我跟他讲要打流感跟肺炎链球菌，他说不要，为什么？因为他曾经打过一次那个流感，那隔天他很不舒服，就有一个类流感像感冒，他觉得他一直觉得那是身体的那个反应，他觉得他的体质不适合。我跟他讲那个轻微的，一会儿就会过去，那没关系，还是可以打。那他就是不愿意打，那不愿意打，他就是靠他的饮食跟运动嘛。他孙女在几天前发烧，然后到诊所去诊断是 B 型流感，因为他是他照顾他孙女的。那不久之后，他也出现那种四肢酸痛、发高烧。那因为孙女已经确诊了，所以他去诊所很快，其实不用快筛，大家也知道他是流感，就先吃了克流感。到三天之后，大家的克流感效果是很好的，三天那个烧就慢慢下来。可是下来之后，又过几天之后又烧起来，而且这是烧得更严重，40度，然后整个痰变很浓很浓，那很浓，他就很不舒服啊，那走路会喘，就送到急诊室，急诊室就发现他右下肺叶整个白掉，然后那个白血球高达21000。我刚刚有提到病毒性的感染白血球不高，细菌性流感是病毒啊，那他为什么白血球会高起来？因为他并发一个细菌性的肺炎，所以后来就收住院。细菌性肺炎一定要收住院，因为他那个很容易造成败血症。那他就开始打抗生素，打到第三天，他的肾功能一直恶化，所以第三天胸腔科医师就会诊肾脏科，就开始洗肾了。所以我讲，其实这个往往很多慢性肾衰竭那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都是感染。我们这个是我们的107年的那个10大死亡原因，那前五大都没有变，还是恶性肿瘤、心脏病、肺炎、脑血管跟糖尿病。我要给大家第三名肺炎是第三，但是我要给大家看的是右边最右边那一排叫死亡人数增加百分比，跟前一年来比较，对，你会发现脑血管、糖尿病的死亡率是下降的，但是前三名在增加，恶性肿瘤、心脏病跟肺，尤其是肺炎增加了 7.5%。好，这个代表什么？这个肺炎来的又凶猛又危险哈。那我们讲说那个每次我们讲近三年度那些流感重症，我们去统计，其实90%都没有打疫苗，而且有7到9%都合并有一些慢性病。那第一名的是糖尿病，有35%都含有糖尿病，那32%含有心血管疾病，那18%就是我们肾脏病哈。所以有这些慢性病的，务必要去打流感疫苗。糖尿病、慢性心血管疾病，还有我们的肾脏病的病患，他得到肺炎的比例是一般人的3到6倍。病毒跟细菌的攻击，往往两个力量加下去，你很快就提早死肾。梅将军的孩子或是大人你会发现说精神好像还不错，称之为行走的肺炎。你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到处传染给别人。你看，问一下蔡医师哦，从外科医生的角度来讲，不管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基本上万一没有控管好，都可能致命。
那基本上我们把手术分为干净的手术跟肮脏的手术两种。那干手术还有分两种，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手术不会有很脏的东西出现，比如说像乳房的手术啊，或者是疝气手术，这种就是干净的手术。那面对这样子的病人，我们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不会特别去给他使用抗生素。OK。但是遇到肮脏的手术的时候，比如说肠子发炎、胃破掉的啦、盲肠炎，就是我们讲阑尾炎，就是俗称的盲肠炎这一种的，它就属于肮脏手术，甚至可能有化脓的。那有时候你甚至第一线绝对不可能有用，甚至要用到第二线、第三线的抗生素。那其实之前就处理过一个 case， 他是一个大概四十几岁、将近五十岁的中国籍的人士。那他来台湾是来出差，那来我们急诊的时候是说肚子痛不舒服。检查的结果发现他其实是我们很常见的盲肠炎，破掉了，而且他不是一般的破掉而已，他是破掉之后整个化脓把肠子四周围、大肠小肠就是盲肠炎的位置那个四周围整个包住了，我们讲脓疡的一个形成以外，它是像一个肿瘤状包在那里，所以全身就发烧，对，因为很严重的感染了，所以我们就那个状况底下其实就不太适合手术，基本上以那样子的状况，我们第一时间看到那大概就会先给抗生素治疗，住院打抗生素起码要打个七天左右，那他状况控制下来。等一下，打七天抗生素，他会如何控制状况？他就是让他发炎的状况慢慢改善，然后我们可能三个月后再叫他回来开这样子。真的？还是要开？这个就是抗生素疗法。对对对对，这个抗生素疗法，但是对于无法开刀的病人。开刀我们觉得帮忙不大的病人，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开下去不是单独切盲肠，可能大肠小肠要切很长一段。我们收住院了嘛，下午就上病房去了。对，晚上七点多我就接到电话了，病人血压掉，掉到七十几了，收缩要掉到七十几了，就赶快啦，赶快处理啦。那就想说那一包这样不处理不行，那一包脓疡本来想要让他自己看能不能整个靠抗生素改善变小。但是这个状况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赶快进去开刀房，把这肚子打开来，整个肠子清脓疡清洗过之后，放引流管，放了两条引流管，然后送去加护病房。然后呢？那加护病房三天之后，病人状况稳定，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普通病房，又状况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然后他老婆也从中国飞来照顾他，状况不错。结果一个礼拜后，病人又开始烧了，又开始烧起来，而且开始喘。开始喘，为什么？一 X 光一照，两边肺部积水。为什么两边肺部积水？是因为它前面那样子是一个属于一个败血性休克的状况，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全身性的细菌感染，然后造成血压的下降，这是一个败血性休克。一样，抗生素还是除了继续用以外，放了两条胸腔的引流管。对，所以简称双腔侠。双腔侠又过了一个多礼拜，才把那两根管子拔掉。然后顺利的出院回家。刚刚讲哦，这个人体的免疫力哦，也可以预防各式各样的疾病，可是免疫力也不能过强。那的确啊，像我们身上都有细菌啊，或者是有时候遇到病毒，那如果你免疫力好的时候，你是让身体有自然可以抵抗这些细菌。而且像我们刚才提到说，身体像我们的肠胃道，尤其是像口腔，这是常常会有细菌感染。那有时候特别在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有些口腔的细菌，我们叫做刺激性感染。这时候它就可能会增生啊，造成你一些症状。那我来讲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五十岁的，他算是一位商人，平常工作很忙碌啊，常常要交际应酬。那他在三个月前的时候就开始会觉得常常觉得胸闷，有胃食道逆流的症状，他就到自己到药局去买一些药物吃，然后控制他的症状。但是他后来到这一个月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吞东西觉得不太好吞，吞咽有点困难。他有时候常常看电视也知道，就说因为他常常有抽烟喝酒，他自己就开始担心说自己可能是食道方面的疾病。帮我们做，我们来帮他做健康检查的时候，他在做胃镜之前，他自己也很担心的，看得出他身上的脸上的焦虑。不过我们胃镜做下去的时候，不是食道癌，不是食道癌，我可以跟他看一下这个图片。它是这个叫做食道念珠菌感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被某一种菌叫食道念珠菌叫做念珠菌，它是让白色念珠菌。有点像，这是算真菌。简单讲，像蛇钩一样。像是霉菌一样，像白白的，像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是一种真菌，那它也不算细菌，也不算病毒，但是一种真菌。这样一眼看过去，胃镜一照下去，整个满满整个食道全部都是白色的这个念珠菌感染。
像这位爸爸，就是说他是长期因为交际工作应酬，他的免疫力是变差的。像这种念珠菌，有时候口腔也有。不过大部分的人刷刷牙啦，身体抵抗力好的时候就没什么事情。他真的是免疫力差，像这种念珠菌感染不是很难治疗。那这个要怎么治疗？哎，这个喝药，喝抗霉菌的药水。喝药喝个几天其实就好了，直到因为它就是我们人咀嚼很多食物，然后它就消化吸收嘛。对，那我们吃的食物里头有细菌或者口腔内有细菌都是正常的嘛。对，可是一般人的免疫力是可以对付这些的。对对对，但是免疫力差的人是没有能力对付这些的。对，就是常常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作息啦，他要负点责任才会让他的免疫力低下。所以就介绍几项食物啦，比如说我们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啊，那像我们这个白菜啦，这个花椰菜啊，或者是这个 Omega 3含量脂肪酸含量多的，像鲑鱼啊、秋刀鱼啊、沙丁鱼啊。那像维生素 C， 维生素 C 里面我们大家知道说我们柑橘类的水果芭乐啦，这些奇异果富含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食物呢，你多补充。像这个父亲就是，你平常工作忙碌的时候多补充这些食物，让自己的免疫力增强，有些这些细菌就可以减少。对，我们刚刚柯师傅的炖菜就符合这个条件嘛。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花姐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花姐今天要分享的是韩式做法的五味猪排吗？其实这也不算是韩式，是一个很好的同学，我来台湾他说，这个这么好吃，加什么？这是颠覆我们一些师傅的炒菜的原则。因为怎么样呢？他什么都不加。好，五味是我给他取的五个味，他只有五个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就是说，猪排哈，排骨，我们要1斤的排骨，多少量？好，那有什么东西呢？有米酒，醋，糖，好。比例接近嘛？酱油，好，酱油，水，好，这五味，加上这五个，然后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加，葱姜蒜什么都不加哈。好，来烧它，我先做一个比例哈。我们就是排骨也不用腌，什么都不用烫，什么都不用。排骨1斤的排骨的量哈，我们用这个。好，我们台湾的这种大汤匙，不是韩国汤匙，韩国汤匙太浅了。1斤的肉，我们放一汤匙的。酒，好，一汤匙的米酒，对，米酒。那这个肉最好是带骨的，是不是？对对，带骨的，因为它的油脂比较刚刚好。好。然后呢，二是醋，1:2。大家想说加那么多的醋会不会酸呢？你有糖，最后它的酸味都蒸发了，对，然后它会让肉质软化掉。好。三是糖，糖是三汤匙。米酒1汤匙，对，然后白醋。那因为现在我们糖尿病也好，什么也好，所以我糖的量我就给它少放一点，我放2汤匙半。好，2汤匙半。好，那酱油是4汤匙。好，所以1、2、3、4哈，记得这个比例，什么都很好办。那酱油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如果是带便当，一般来讲你可以摆4汤匙。如果说因为现在台湾人吃淀粉很少，对， 对那我们就摆3汤匙半。哦，对对 对, 对，这个是我给他调的一个比例哈。好，1、2、3、4，3汤匙半。但是水，水是5汤匙。哦，1、2、3、4、5。对，哦，好，这容易就很好记的，很好记。这在中餐里面叫做高升排骨。OK， 就是1、2、3、4、5，高升，高升。好，高升，刚好这样的话，它的水会盖住。真的耶，刚刚好盖住哈。好，我们就开火，滚了以后调小火，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可是等一下吃的时候，它的味道是很不简单。好，那我们烧它一下。对，烧它一下。好，那烧它的这个同时哦，这个花姐还要处理其他的配菜。对，我来处理其他的配菜哈。那我今天因为其实这个菜呢，一般来讲只有这个骨头而排骨而已。那我想说，我们还要吸取很多的蔬菜。对。那现在是冬天，秋天到了哈，快入冬了。那它就有我们橄榄油少放一点点。我们要来处理菠菜搭配排骨吃。对，菠菜是冬天来讲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哈，在韩国来讲，菠菜是万能啊，真的。菠菜是它一年四季价钱都很平稳的一个菜，所以我看那个韩国料理店有一种小菜也是凉拌菠菜，凉拌菠菜。在台湾菠菜很少凉拌，大多数都热吃，可是韩国是凉拌，煮味噌汤它也是烫好了来煮味噌汤，烫一烫再拿味噌来凉拌。好，它很多的东西都用菠菜，那我们就是
好，这个是先给它蒜片葱来给它爆香。好，我们爆香这个葱跟蒜，然后今天还可以搭配的还有胡萝卜跟洋葱。对，那胡萝卜跟洋葱是我给它加了一点下去，嗯，就是让它有一点营养价值，还有色彩的调和。对，而且这个也是拌炒一下比较鲜甜香，然后再来炒香了以后呢，我们加红萝卜，因为红萝卜不容易熟，所以我把它切细一点。好，也让它拌炒。同时请教一下这个陈医师哦，刚刚讲到流感容易并发肺炎，那另外还有一个称为行动行走的肺炎哦，是梅浆菌的感染，这个也是让很多医生很头痛的。对，梅浆菌在最近这几个月其实还蛮热门的，因为各个报章杂志都有在讨论这个梅浆菌这个东西。我之前曾经遇过一个这个幼稚园大班，其实大概5岁左右的女生哈。他妈妈把他带过来说他咳嗽咳了1个月，那其实基本上如果普通的感冒咳嗽，就算你不吃药2个礼拜大概都会自己好，但是他偏偏就是咳嗽咳了1个月，他说以前的医生跟他说哎，这个是感冒，嗯，然后隔了一阵子一直没有好，后来医生跟他说你这个好像还有一点气管过敏，有一点气喘的体质，嗯，可是不管怎么样怎么治疗了1个月还是没有改善。后来我就听了之后做一点检查之后，我还是跟妈妈说除了这个一开始的感冒跟后面可能是气管敏感之外，这个孩子我们还应该要多考虑一个细菌，其实它不是细菌哦，我们还应该要多考虑一个叫做梅浆菌的感染，所以我们就开了这个梅浆菌的药物回去给这个孩子，孩子真的3天5天回诊之后改善很多，好很多，这个也更确信说我们之前的诊断没有错误，我们这个孩子真的是梅浆菌感染。那梅浆菌其实它严格说起来它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然后它很特殊，我们很多人说啊，你得了肺炎了你应该去床上躺啊，你要不要去住院啊，你高烧不退，可是梅浆菌的孩子或是大人你会发现说精神好像还不错，活动力还不错，所以我们称之为行走的肺炎。你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到处传染给别人。但是问题是，好像不用严重到住院，但是如果感觉上可能是，就考虑给药物，通常都可以得到不错的改善。好，那同时我们花姐刚刚把菠菜下去简单的拌炒，炒一下。好，那不需要这个额外的汤汤水水。我加了一滴一滴的盐，一点点就好了，因为等一下排骨上面的那个汁肉也会留下来调味。对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给它铺一个底。而且这个清炒之后非常的这个甜，冬天的菜都比较甜，颜色很漂亮。好，那这个铺底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炖的这个排骨这个排骨炖熟了，好漂亮。对，而且这个汤汁会收得浓郁，然后这个最后它会出来油，因为排骨上面有一点油，所以这个排骨把它淋在我们的蔬菜上面，我们就来上菜哦。像这个五味排骨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吃到一些排骨，它调味很好，我们总是很好奇它的酱汁到底是怎么调出来的。那今天很谢谢那个花姐我们公开来，我们这个1、2、3、4、5，其实非常好记，然后在家里也很容易复制。那这道料理真的是吃下去之后，它的入非常的入味，然后再搭配这些蔬菜，我想是可以很好复制在家里尝试一道料理。那我们在讲说我们的这个饮食中呢，常常有时候不经意会把一些细菌啊或者是病毒吃下肚，像我刚才提到的是细菌，好像食物中毒这是细菌感染，但有的时候是病毒，有时候病毒，那我们胃肠科常碰到的话呢就是 A 型肝炎病毒，那这个病毒也是经由食物传染的哦。那像我之前有一个病患是这个23岁的一个男大学生，他实际上是有点半工半读啊，然后有时候在晚上的时候他会到一些那个饮料店打工，他在10天前之后就开始就觉得全身会觉得发冷，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觉得需要多盖一点被子，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是感冒，可是回想起来他也没有什么流鼻水、喉咙痛、咳嗽这些症状也没有，就觉得全身酸痛，他觉得说大概是自己这个冷到了，那然后就工作太忙吧，他就是多盖个被子。后来到差不多4天前的时候，他开始觉得自己会有点恶心，食欲变差，然后他打工店的那个老板呢，就看到他脸色比较不好看，然后觉得他皮肤颜色变黄，
然后他皮肤变色后，他自己直觉就觉得，哎，对，好像他的小便的颜色也会变深。嗯，我们说像茶色的，因为他就在饮料店打工，所以他每天看到那个红茶，觉得自己的小便怎么跟那个红茶的颜色很像，他觉得不太对劲。他马上就去 Google， 现在年轻人真的很聪明，他就马上去 Google 茶色尿是什么病，他就问出来，发现说，哎，应该是一个急性肝炎。嗯，所以他就赶快跑去，他就跟老板请假，就去跑到急诊去。到急诊室的时候，他就找到医生，就很快的把自己的症状交代得清清楚楚。最后呢，还跟医生说，我觉得我是 A 型肝炎病毒感染，然后应该是这个病，请帮我验这个病毒。嗯，那医生看到这样的病患，真的是非常开，真的觉得说，哎。好厉害啊！很有科学办案精神。对对对，的确就帮他抽血检查 ，GOT、GPT 真的上升，胆色素是3.2，然后还帮他验了一个 A 型肝炎。可是 A 型肝炎的病毒的检验没有那么快就出来，它不像是其他的肝功能，可能在一小时就会出来，有时候到隔天那报告才会出来，所以他就留在我们的急诊室观察。到了隔天的时候，那个报告出来了，真的是一个 A 型肝炎感染。然后 A 型肝炎感染这个病毒感染其实也不用太过惊慌，因为这个病毒感染它看起来是好像很吓人，它会有造成急性的肝炎有黄疸，但是大部分都自己会痊愈。然后他的症状，他知道自己是 A 型肝炎感染之后，他其实有点开心，他觉得很得意，所以我自己把自己诊断出来了。后来他跟医生讨论之后，医生也认为说啊，你如果你有什么变化再回到医院来就诊，事实上也不太需要吃什么药物。那像这种食物引起的，可以跟大家再做个一些讯息的介绍，因为现在在韩国，在首尔就已经有一个 A 型肝炎的感染，他们发现是吃那个腌制的贝类，贝壳、蛤蟆那种，那是从中国进口。这一次哦，他到现在到九月底的时候，他们统计起来，今年度已经有14000多人感染啊，这么夸张？对，很夸张，每周有500个人感染，所以他是食材有感染哦，对。食材有感染，吃到这个有问题的这个贝类的食物之后呢，就感染一个急性的 A 型肝炎。所以这食材不干净，所以有时候如果到一些疫区啦，就是已经有发生感染的疫区的话，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 A 型肝炎。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可以打个疫苗做个预防。对，而且有的时候到海外旅游哦，如果你对当地的这个生食跟海鲜哦没有把握的话，你真的还是维持熟食比较安全跟安心。那问一下这个蔡医师哦，刚刚讲到很多观众朋友听到发炎跟感染的时候，都会联想到抗生素。事实上，抗生素哦并不是消炎药。事实上哦，很多时候对医生来讲，对症下药很重要。对，其实我们门诊常遇到，哎，病人来说。医生，我这边痛，那边不舒服，那边也很痛，那可不可以开一点消炎药给我？那是一种。然后有些病人来说，哎，医生，我手指头肿起来了，整个红肿了，好痛好痛，开个消炎药给我。其实这个是两大类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治疗全身酸痛不舒服的那种叫做消炎止痛药。对。那如果针对红肿，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细菌感染的范围，我们也叫消炎药，那它其实是抗生素。那其实，所以我们平常讲的消炎药，酸痛的不是抗生素，不是抗生素，但是因为它作用机转的关系，所以我们学界可能通常讲消炎药，消炎药，但是其实它是包含两大类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定义上的不够清楚，所以造成大家的混淆。那其实抗生素是针对细菌感染，那如果是病毒感染，我们当然就是抗病毒药物；霉菌感染就是抗霉菌药物。针对不一样的感染，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药物处理。那一般来讲，像我们平常遇到一些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会依照病人的病况啊，感染部位不一样啊，我们会去给予一些经验性的用药。那基本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感染，我们会做细菌培养，如果细菌培养能够培养出某种特殊的细菌，我们会针对这个细菌，给予针对它针对性很强专门的抗生素的药物。那这些抗生素我们就要给适当足够的剂量，也要有适当的时间。其实我们门诊就遇过一个年轻女性，那来的时候整个乳房红肿，它是一个乳腺发炎。那乳腺发炎初步看起来，因为没有很严重，所以我就跟他说啊，这个大概第一线的抗生素使用，用口服的药物，基本上吃个7天一个疗程吃完，应该就可以控制下来了。好，病人就拿药回去了，拿药回去了2个礼拜之后，这病人回来了，整个乳房肿得更厉害啊。我就说怎么回事？你药有好好吃吗？他才说他吃了3天就停了。他吃了3天之后，觉得我症状有好了，红也好了，也不痛了，他就不吃了。对，结果2个礼拜之后回来，继续恶化，
恶化，而且开始发烧了。好，那所以你要提醒大家，抗生素的疗程的用药就是要配合医师。对，医师如果告诉你五天用药，把它吃完，你就乖乖把它吃完。对，你不要自作聪明，吃两天，后面三天就停掉。对，嗯，因为后面会后续这个病人的故事就是吃完了这一次开第二线抗生素给他哦，叫他一个礼拜要吃完。对，然后我们再评估要不要继续用药。嗯，他又是两个礼拜后出现的，这次烂掉了啊。所以真的不要自己自作聪明，就是说遵照医生指示很重要。那请教一下洪医师，刚刚讲到预防胜于治疗，这个季节流感旺季，那这个流感的疫苗跟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都是你们建议大家哦，特别是慢性疾病跟免疫力衰弱的人哦，应该要做的。对，国外有研究哈，这些慢性病病患，包括糖尿病、慢性心血管疾病，还有我们的肾脏病的病患，他得到肺炎的比例哈一般人的3到6倍。那我就以我们肾友来解释好了，肾友有两种，一种叫慢性肾衰竭还没有洗肾的，一种叫已经在洗肾的。我照顾了那9万人，在已经我们讲9万人已经在洗肾的病人，你一旦得到流感或者说一些感冒，很容易并发很严重的那个肺炎，而且接下来他走到一个败血症、败血性休克，要住到加护病房去，那可能只有3天就会走到这么严重的那个并发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慢性肾衰竭的病人，他我刚刚讲说他肾功能本来没有那么糟糕，可是你得到一个肺炎之后，你要讲肺炎本身一个是我们讲说病毒跟细菌的攻击你的身体之外，我们还要打抗生素，还要吃一些消炎药，所以两往往两个力量加下去，你很快就提早洗肾，这要特别特别的那个小心哈。那我们讲今年哈流感，我今年比较担心的是，大家知道今年的流感疫苗往年都是10月1号就开始打，今年第一批是11月15号，为什么？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决定那个病毒之后有 delay， 所以药厂在制造那个疫苗的时间就 delay。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第一批开始打已经 delay 了1个半月哦。我们为什么要10月1号开始打？我们有时候担心11月、12月就开始有那个流感的高峰期。那我们第一批开始是11月15号，是由国小到高中学生跟医护人员先打。那我刚讲那一群高危险的慢性病，他们是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什么时候？是109年，就很2020年1月1号才开始打。那你们想过到明年对11月到12月怎么办？他们大家就很恐慌。我会建议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流感是每一年都要打的。那肺炎链球菌有两种，有一种叫13价结合型疫苗，这个打一剂就可以终身保护。那我们讲说的那个传统的2、3价的，那叫多糖体型的疫苗，每5年要追加一次。所以在这个空窗期，我们会优先建议你可以先打一支肺炎链球菌那种结合型的疫苗，之后打公费疫苗的时间到的时候，你再打流感疫苗，可以补过这个空窗期。那我刚解释，其实美国他们怎么建议打肺炎链球菌疫苗？肺炎链球菌不是每年打的，我刚讲23价5年追加一次，13价的打一支哈。23价他们是属于那种30年前的老疫苗，所以到5年之后效力就会下降。那13价，那不是说打一支哦，他们会建议什么？19岁以上的，像有一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肾脏病，或65岁以上的成年，2种都要打，13价跟23价。为什么？他们会建议这样保护力才够哦。你要先打，先接种，那叫结合型的13价的先打。然后以前如果说你以前有打过23，5年要再追加。那如果你以前都没有打过，打完13价之后，经过1年要再打23价，那13价不用再打，那23价5年还要追加。那我如果去年有打，今年到底要不要打？你要看你打的是，比如说公费疫苗属于那种23价的，你5年之后再追加。但是你如果属于这种高危险族群的，我会建议你要打如果你去年有打已经1年了，打13价的结合型疫苗。Okay. 然后经过了再过4年，你会再打一次23价，就2种都要、okay. 高危险族群2种疫苗都要施打，13价、23价都需要。这个施打就会降低我们罹患肺炎的风险嘛？因为罹患肺炎有很多原因，可是很大宗的一宗是肺炎链球菌。对。
对，其实我们讲说得到，我们讲第一个得到流感之后，其实病毒光是流感自己病毒就会造成严重并发症，就病毒型的肺炎。对。可是在得到病毒的时候，你可能免疫低，最容易就得到肺炎链球。所以你等于说你要病毒的肺炎跟细菌性都要肺炎都要预防，所以每一年要打流感，然后肺炎链球菌也要施打。但肺炎链球的施打那个时辰，就是我刚刚讲的，不是每年施打的。嗯，好，谢谢洪医师的分享跟叮咛，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也都会po在年代MUS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还有 LINE 的官方账号的首页。同时，我们的影片也会上传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欢迎观众朋友扫描 QR code 直接按订阅。那健康好生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拜拜，谢谢。